框五块的。辛苦你了。哦，就是前面宿舍那位老大哦。哦，新郎哦，你好你好。你今天战绩安那？啊，不多不少啦，七件而已。三本一尺，二灰两条纹。袂歹哦，今天叫你清楚。哈哈，只是刚开始而已，不及老大你。七件，好厉害啊！我才两件而已，一件。红色，一件白色。哦，我很讨厌司机停车都不小心一点，怎么讲都没有用。对，因拢记者无听到，我今日早起才拄到一摆。真的是大忙人呢。无用在趁钱吧？恁人吼，啥物拢需要钱啊？基本的食物嘛爱钱，就亲像阮，阮才无需要薪水迄种物件嘞。啊，无我问直接互你看卖。你知道暗时吃啥？昨天喝真奶而已。昨天有人没喝完放在我头上，我就拿来喝了。阿丽嘞？我啊，我是吃鸡腿便当。那个人把便当放在地上，就去接电话了。里面的鸡腿都还没吃，皮看起来真的超脆，味道实在太香了，所以就忍不住。不要被发现了。这奶茶甲便当尔，还根本无算啥啦。我甲恁讲，我昨食了偌好，昨暗时有人为我送上热腾腾的排餐呢，是啥赖逼？这个是巧达浓汤。哦，是牛排的味呢，是不是？阮才无啥薪水做物件嘞。这里是八五大楼吼。对啊，足悬的呢。对啊，我甲你分享一个恁听了拢会吓吓叫的代志。哇哦 ！Super power。
都没想到，不愧是老大。哥哥，你那里也是白色的吼？嗯，人生海海，欢喜就好啦。